加子。会使咧，好，做你弟，各位学员，各位同心，大家暗安，大家好。精神袂歹，这天气不哩冷吼。我相信你伫遮哩坐吼，你有当会感觉讲吼，我想哪来上这个高级班要创啥？都上一摆就知影。啊，其实吼，上一摆你唔知影。台湾的地位足深的啦，深到含美国人，伊都讲吼，会国过吼，要安怎发展吼，恁家己台湾民政府家己爱去想办法啦。当然有可能啊，咱行到现准时这个阶段来，台湾的地位你已经足清楚的。完全照国际法律，就是属日本天皇的，但是今日美国占领。啊，日本天皇的土地，美国占领，啊，佫顶面佫卡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边佫控一个万国公法。啊，台湾安怎行？杜勒斯坦白讲，旧金山和平条约佮你定了清楚。打开啊，要安怎行？甲你讲了。问题是讲，国会要安怎行？所以台湾未定论啊。若要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实际上是已经决定，但是呢，后壁这个决定哦，就爱咱本土台湾人来决定讲，这条路要安怎行？就是啥啦？咱来搁来再上这个课。今日上课的大部分拢是参议员，他带咱总理有甲大家透露什么？伊讲希望后摆咱的民政府啊，要40岁以上啊，你才会再做参议员。而且这个参议员呐、啊，后摆就是等于咱台湾政府，咱即马叫做台湾民政府哦，但是当USMG 美国军事政府将管理权交向咱台湾民政府的时阵哦，这个、台湾民政府就会变作台湾政府。参议院就是上议院、贵族院，因为这个参议院的所有的参议员拢唔免用选举的，因为美国有讲过，啊，你台湾人足爱选的啊。我创一个众议院，让你去算。众议院就是下议院，众议院要怎么算？按照人口比例。参议员是由 USMG 美国军事政府交任务给台湾民政府，后摆变作台湾政府啊，授权给各位啊，当作参议员。所以参议员唔免选举，但唔免选举。你做参议员，你这无，你爱也要看什么话叫做预算书啊。所以呢，今日咱伫恁我咱所住的这个房间吼，拢会送一本，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立法院本和立法院大家看的预算书啊，互到各位去做参考。啊，无你即世人你毋捌看过预算书呢？后摆你若一个家己，你讲要心预算哦，有问题呢。当然啦吼，因为两礼拜前美国的 CIA 过来台湾，含我冇见面，我阁讲真久的话，啊嘛讲真济话，就是讲，咱到底要安怎行？美国有甲咱提醒一点，伊讲，你台湾民政府爱小心哦，我小心啥？你唔通。拼几波，落尾啊，恁这位拢去互找提去呢？
这就是咱头拄甲各位讲过，是安那你爱来受训，而且咱的高级班会发毕业证书。顶礼拜是高级的行政班，咱有发毕业证书。即届高级的参议员班，咱嘛同款会发毕业证书。稍等下，就要先分予各位。但是分予各位，就要拜托各位啊，爱填，因为你家己写你的名，你总不会写错嘛。你填填的，日记卖填，交倒转来，交伫楼骹，咱的迄个沙发，迄个黄小姐的所在啊，甲张扬生迄个所在呢，咱替你阁检查一摆，你还要复背。因为想要来复背，复背，因为复背了，你就无法度偷改。所以后摆，你会当担任台湾民政府的官员的证书，就是这份咱的结业证书。稍等下，先发各位。我今日呢，两点钟久，明仔载早时啊，四点钟久。因为各位一定要彻底了解咱台湾的国安的问题，彻底来了解咱后摆咱的政治制度，咱的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国家啊，后摆要安怎行，而且会行位对一路落去。坦白讲，到今日为止啊，你目睭甲平均甲看，所谓独派也好，统派也好，啥物人有法度甲你讲台湾要安怎行？有一挂推阿面的讲，我都无看到美国军事政府啊，迄甲恁骗的。美国军事政府无看到，无唔对，但是伊的真侪行为已经予你看到啊嘛。阿扁要上职，所谓总统要上职，无美国的贺电，你不能就职啊。迄贺电嘛足趣味的呢，你有看咱的台湾民政的网站无？网站啊，这个网站啊，阿扁啊，也好，马英九也好，因的贺电连续三摆贺电原文，我都讲写较清楚的。内底讲有讲，恭祝某某某啊，你某某某总统当选有无？没有呢。啊，伊叫做什么贺电？啊，你做你调中华民国总统，啊，人甲你恭喜讲，无甲你讲你总统呢？哦，啊，伊叫什么贺电？迄毋是贺电啊，迄是啥物？伊同意你来做台湾行政长官呢、啊？啊，迄、那个总统是啥物总统？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呢、啊？真清楚啊！啊，一挂推阿面的看无，可怜啊，真正足可怜、啊。战争结束，占领中的土地就一定有军事政府。这全世界拢知影的物件嘛，这战争话咧非常清楚嘛。从占领的所在，老百姓一定爱家己成立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这固定的啊。因为各位想要讲，恁会当来上这个班，就是因为你经过初级班。所以今日嘛有足侪来吼，雄雄来讲要来上高级班，我讲袂使，因为我来交钱，我唔是钱的问题啊。你无基本的常识，你来上这个班啦，无效啦，你会听无啦。所以你甲看，我甲各位会当报告讲哦，在座各位啊，绝对是咱台湾后摆精英啦，这种就叫做精英啦。因为你知影台湾的地位，你知影论述，啊，知影台湾要怎行。今日的课，甲明仔载四节课，拢总六节课，就是要甲你讲这个问题。要讲这个问题的大声啊，你来拍开你的讲义第四页。台湾应该编入日本的国土，有无？拢有块吼，有无？迄、那个无摕到讲义的有无？那有无摕到讲义，请你举手。两分，但是咧，迄一分，迄个，等下我再甲你讲。迄分吼，迄分较高的这分呐、啊，就是民政会国安参谋部的迄这分呐、啊，第四页。迄篇台湾应该编入日本的国土。是安怎
台湾毋是日本的殖民地，我希望你拢有笔。伊即摆要讲的这份是非常的重要，我若无甲你照这个讲义甲你讲吼，啊你读无咧？最近来拜托你注意，最近有一篇文，有两篇文章吼，真深哦，你也去读。我伫咱大理网顶的一线生机，甲一线生机的头前迄篇叫做《台湾自治法理》。这两篇文章非常非常的深，但是咱即摆先卖读迄两篇，我先来甲各位讲，台湾应该编入日本的国土这篇。是安尼，在1945年的四月初一，但先要甲各位讲哦，是安尼，四月初一，敢袂当较早，还是较慢？袂使的，是安怎？因为四月初一，这是日本这个国家，伊所有的制度啊。不管伊是伊个会计制度，伊个国家个体制个内底啊，包括政府个会计制度开始日，啊，真侪公司嘛拢为即一天开始。所以呢，即天呢，嘛是日本个学校个开学日，4月1号。哦，即甲咱台湾是完全不一样。台湾是当时9月1号嘛，啊，伊4月1号，等于敢若譬如伊是春季班呢，哦，啊，等于春季班伊开始。所以这个日本的天皇的诏书啊，在这个四月一号啊来公布呢，是有伊的原因。在这个内底，请你变过来第五页。第五页，这个汉文的部分呐、啊，先卖讲英文呐、啊，先讲汉文的这个部分呐、啊。这个部分吼、啊，你甲看哈、啊，因为这个部分我简单来说明一下，啊，咱大家吼、啊、可能较看较有啊。1945年的四月初一。南太华被移转管辖。南太华伫对呢，伫迄个北方速度迄边啊，华泰，嘿，南华泰，哈、哦，南华泰由内地管辖而编入北海地方管辖。1945年四月初，拢是四月初，你注意哈、哦。我即马就是要强调这个为什么是四月一号的原因伫这算。日本的政府不管你伫宣布啥物话，若要开始，拢是为四月初。这是非常重要，包括你1945年四月初，美军登陆哈琉球本岛啊，啊成立这个啥琉球群岛的美国军政府，啊过来到1950年12月15日，迄天啊琉球的军政府叫伊家己个改正啊，琉球群岛的美国平民政府，各位，拜托目睭看我这边。台湾民政府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到1952年四月二八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开始呢，这个台湾民政府啊，照道理来讲啊，咱都爱做啊啦，但是咱无做啊，啥咱也无做，因为中华民国无爱甲你做啊，中华民国甲你宣布1946年一月十日。十二啊，用这个行政命令跟你说，所谓台湾的日本人集体规划为日本的中华民国的国籍，他这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将我们的新闻给我们模糊掉了。照道理来说，你来看、哦、咱现在写这么清楚、啊、这是照国际法来创的，琉球民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爱设的，今日中华民国照道理爱甲台湾设立台湾民政府，但是伊嘛有设，伊设什么物件？你知道？台湾新政府啦，夭寿囡仔，甲你用台湾省政府吼，互咱所有的台湾人拢毁去啊！啊，我甲你讲，你台湾人是中国人，啊，就毁去啊，真正拢毁去啊，全毁去啊！所以今日若有一挂推仔面，甲你讲，你也卖生气。没有什么好生气，因为你看看这就知影，这国际法里底写个这尼啊清楚的物件。1951年四月初，拢用四月初，你啊注意看，美国的民政府设立本质是暂时性的琉球，暂时性的统治机构的琉球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临时的啦，临时了后才变成中，才变成琉球政府，就是在1952年四月初，琉球群岛政府成立。你有看，
嘛是拢四月初一，因为啥物呢？因为日本的制度就是四月初一，日本的制度拢是四月一号了，所以年度开始无唔对，所以呢，日本天皇伫1945年四月初一实施日本的宪法伫台湾啦。这个日本的宪法伫台湾实施伫国际法内底，万国公法就规定讲，台湾为迄一天开始啊，就已经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各位，拜托马就看我家，神圣不可分割是领土，是神圣不可分割，和殖民地的无同款哦。殖民地伫建前法内底，殖民地会当割让。我今日建书你，我挂乎你，挂来挂去，就是因为会当挂来挂去，所以落尾啊，才会有这个联合国啊，才有创一个会当这个殖民地要互因来独立，脱离母国以后啊，会当宣布独立，而且叫做自治啦、主地哎、自觉啦、民主自觉、自觉啦、主管啦。但是因为你若准是殖民地，你当主管。但是你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歹势，你袂当主管，因为你伫已经变作人的身躯啊，敢若人的身躯的，你的两只脚啊，是两只腿啊，是身躯内底的部分啊，啊，你要甲挂掉是不可以的，是神圣不可分割领土。所以咱台湾伫1945年四月初一，去予日本天皇照万国公法，伊台省有实施1937年的皇民化呢。日本依照国际法，伊冇实施什么人？福海道、北海道啊，北海道本来唔是日本的哦，是啥个？爱奴族的。爱奴族唔是受日本天皇管哦，但是日本天皇伫迄个时阵，伫这个福海道实施皇民化，甲爱奴族的人啊讲日本话，到今日为止，日本人啊。他们本土的日本人、啊、对爱奴族、啊、也是歧视的，轻视他们的。我相信你如果都有日本通的、哦、你去日本你敢问你就知道，所以他们管那个福海道那些人、哦、不一定有去呢，但是他也是落尾因为实施宪法然后才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那个领土，跟台湾的情形、啊、是一模一样。但是问题是说、哦、1945年四月才实施这个昭和的这个叫做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以后啊，离开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的投降啊，啊4个半月呢，虽然是四个半月啊，在法律上呢有效，当然有效啊。所以卖讲这个日本天皇的诏书啊，含真济日本人都搞不清楚了。但是是安那搞不清楚，美国。你看战争以后经过60几冬啊，才将这些东西来放给我们，让我们去研究，我们现在研究出来了，现在研究出来又过呢，大家说你美国要继续帮忙，美国他说我可以给你帮忙，但是后面要怎么走是你们台湾人自己要去做决定。同时美国有说过一句话，Roger， 我的名字叫 Roger， Roger 你要注意呢，你唔通拖到尾啊，变作是共产党呢？古巴1899年美国占领，1902年经过2-3年尔尔，伊就建国啊。第一时间内底建国以后啊，较叫卡斯楚啊政变，因为拢贪污嘛，贪污贪到尾，老百姓无钱嘛，生活困难嘛，困难以后变成什么嘛？自然变作共产党去。所以美国不爱这么快放给你台湾来自治还是来建国，有是有原因的，他怕说又再制造一个古巴，又再一次给台湾人像生活不好，我觉得现在有这种倾向。马英九当然美国现在较相信马英九，是因为马英九没去打到红线，因为马英九知道台湾的地位，所以现在马英九不敢对台湾民政府来处分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啊。啊不然老早别说你啊，我就自身抓死啊，没啊，因为我们照国际法来啊。所以
咱这个民政府的主张写三点，你有看无？这最近这两天才起来而已。第一点，台湾民政府遵守国际法，法律是咱上好的武器啦。什么国际法？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我有写台湾关系法无？没有呢。台湾关系法，哎呀，要促销呢。台湾关系法是害死台湾人的呢。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人是什么物件 ？The people on Taiwan 呢？On Taiwan 是马英九呢？咱是 of Taiwan，the people of Taiwan 呢？我跟你讲哦，你哪只会靠想象啊？你去外口哦，你真正比朴素更加朴素啊。第二点，咱无要使用暴力还是武力，因为啊、哦，咱无使用暴力还是武力，咱要用法律要来将流亡的中华民国结束伫台湾的占领。你有欢喜无？拍手啦！第三点，对中国的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的政权呢，咱推动啥？因为伊所推动的事务啊，我们不合作，也不配合。伊叫你选举，即卖推啊民国足济。我甲你讲哦，民进党200%，卖无迄个200%，100%吼，绝对选袂掉啦。袂晓看，遮尔啊清楚，还阁袂晓看。伊要选啥？卖讲输80万呐，若真正讲2016年要我多选的时阵吼，输阁较济啦。因为真简单嘛，伊占领遮会当使用伊的方法嘛，遮侪年来吼，咱已经无伊的法度啊呢，甲你用18%，你想看卖啊？18%的人会转给民进党无？虽然民进党嘛是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啦，绝对袂转给伊啦。军人当然军人，即马美国有替咱去解决，要将军人拢总结束，迄老五提掉，袂当搁啊做兵，伊做兵是违反战争法。伊是2014年就免做兵，但是要用募兵制啊。那真正可以用募兵制来家的，遐可以募兵的遐兵啊，会转予中华民国民进党，还是转予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嘛，这免讲嘛。啊，公告人员嘛是同款，因为公告人员想讲，也不就哦，啊，政权啊改变啊，我唔知有头无。干那这三个部分加加的，刷入去票买嘞，啊，买票嘛真简单啊，利用宗教啊。利用宗教的迄个佛教啊，你无法度赢伊啦，真正绝对无法度赢伊啦。安尼即种你敢会选？民进知影会输的要选，干那一个理由尔嘛，为着钱嘛，一票30块，政党票50块，会当开很多小猪啊，个人滴欢喜，老百姓妥妥啊。我相信这边选出来有很多，我看很多，大家都说很郁卒的呢。各位，你们会郁卒吗？没啦，咱哪会郁卒？咱老早就知影嘛，你郁卒啥？咱绝对袂郁卒啦。外口遐唔知影，足可怜的，你知唔知？有诶，足侪人吼哭甲呢，我讲你哭啥？我甲你保证，讲你生活有人共款，不过生活变得较歹尔啦，会趁无钱啦。所以，咱的三个主张，这三个主张啊，坦白讲啊，也毋是我想出来，美国 CIA 总部啊替咱定的啦。伊讲，恁民政府恁这群人啊，有三个主张。我讲，我有三个主张，我哪毋知？伊讲的，我都听了爱笑嘞，有影就对，咱就是这个三个主张啊。所以呢。你唔通想讲，咱伫遮咧上课，干那咱在座安尼咧上尔，足侪人伫看诶，足侪人伫看咱的上课，咱上课伫讲啥物物件啦？刷入去，咱要看，来继续看后壁迄段。战争以后啊，琉球群岛啊，和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啊，交予联合国托管，联合国。
转交予美国托管，这是一个搁再发生琉球政府的立法和美国琉球民政府的意见无同款。同款哦，恁听好哦，咱台湾民政府的意见啊，和美国军事政府的意见啊，嘛也无同款呢。什么款的无同款？你知无？咱现主席无同款的意见，敢有？有啊。咱讲啊，你到底你是你 AIT 到底在帮忙什么人啊？伊帮忙中华民国。咱有意见啊，你乃无爱较紧的，这个军事政府较紧现身，直升机来咱家降落。内湖的 AIT， 这个叫做亚洲地区的军事管理的中心嘛，较紧成立，让遐推阿民看到讲美国军事政府踏实做滴嘞。台湾人哦，很奇怪呢。没有看到就以为就是啊，没有这个东西呢。其实这是你若有读战争法了，你就足清楚的。我有讲过占领，不是讲看到兵啊，安尼叫做占领呢？空中管制嘛是占领呢？我甲你声明讲，我这个领空你袂让甲过，你若过，我飞机我就甲你拍。迄是空中占领呢。所以这个占领的意义是和一般的人的观念不一样啊，所以在座咱即马很主席，咱只后摆的参议员啊，你一定要足清楚的了解咱的身份甲咱的地位的。我估计啦吼，咱若接到政权，咱的参议员，我估计差不多两届甲三届左右啊，唔免选举啦。啊，免选举，而且咱只参议员爱来核定。众议员通过的案件要送给众那个参议院啊复议，因为这众议员啊无上过课啊，是用选举起来啊。参议员你有经过上课啊，这是差别足大个呢。好、哦，所以呢，各位你也无免选举，你是中央直接命令的命令，你就会当来做参议员，所以你的责任敢那袂输清流，因为。因这个中华民国流亡的这个制度的所谓的不分区的，啊，所以呢，你一定嘛是本身爱知影，啊，唔通干那为别有个个人的利益，吼、哦，啊来这个啊做心查，啊做医生。你来看哈，当迄个琉球的政府的立法的时阵，甲迄个美国的民政府立法呐，那无同款的时阵啊。美国的军事政府啊，无条件否决啦。啊，琉球人民为着家己吼，敢那袂输，敢那傀儡政权啊，引起琉球人民啊反感呐、啊。所以一直到1969年开始啊，就是落尾啊，美国的尼克森呐、啊，含这个日本的佐藤荣作啊签约啊，讲要还予日本啊。这就有先经过一段时间了，啊，这是要求日本政府依照主权义务和美国政府协商啊，欢迎琉球人民要求回归日本的声音呢、啊。拜托您目睭看我这，你爱怎样呢？在法律上，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土地，你若要回归，要回归什么人？绝对是日本天皇嘛。这就是你要上课了，你不能说时间要回归，说我要回归中国，那差很多呢。美国会说的、你这阵人你不是在上课，这样都上假的、哦啊、我已经跟你说过了，1895年马关条约，大清帝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签契约，将台湾平和无条件永远挂给日本天皇，所以台湾这个土地是谁的？日本天皇，不能说日本啦。你若说日本哦，你就中着中华民国的计策，会把你毁去啊！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有同款无？不一样哦。未歹呢，即马大家拢会晓呢，会晓讲啊呢。日本天皇去归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是日本政府，完全不一样呢。所以日本政府。因为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第二条，放弃台湾的主权管理，但是日本天皇没放弃啊，没有说日本天皇你放弃啊，岂有那袂当讲日本天皇放弃？国际法有规定啊，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分割，这就国际法在那里嘛。啊，所以中国三八刚才去跟讲了，讲咱台湾是因中国的，那是啥？用啥？历史啊，用啥？感情？拍摄，咱即马无在讲感情。法律，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就是日本天皇的。这等下搁较足趣味的代志，我搁讲予你听哦。啊，这个爱大家人动脑筋啊！你得感觉讲，上这个课搁未歹。过来，1969年11月12日，美国的总统尼克森和日本的首相佐藤荣作在美国的华府啊发表联合声明，其中第二点的声明，伊讲哦，首相强调他的观点。日本的首相啊强调伊的观点，伊讲。应该基于美日间的友谊，欢迎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恢复琉球正常地位的时候了。各位目睭听你看我讲，咱不是即马啦，因为过过一阵，咱就要甲美国要求台湾要回归正常地位。这就是李登辉讲的，伊讲要证明制宪有无？啊，搁但是台湾证明制宪是不对哦，这是不对哦，占领地吼无迄个证明制宪的啦。但是李登辉有讲一点对，就是讲台湾的地位啦，要回归正常地位，正常的迄个地位啊，正常的地位是啥物物件？就是这个所在。台湾的正常地位就是这个所在。台湾的正常地位，很主席要给你半空中呢，因为这个土地明明都是日本天皇的，但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放弃，但是日本天皇无放弃啊，还佫黏着咧。啊，你咪黏着，啊，你台湾免哪行？这美国嘛是伫等于伫甲咱考验呢。这就是我以前有讲过，这个地位的代志讲个清楚的时阵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一定会安怎？一定会用伊所有的力量对台湾人足好的铺红地毯。我不是今日讲的，我3年前我来讲啊，个人啊，对你台湾愈来愈好，说埃克法不管关好唔好啦，表明嘛无要紧啦。对咱台湾啊，毕恭毕敬，是安那？伊想要来统治这个土地，但是我敢甲你讲一句话，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咱这个论述已经发现，而且美国嘛伫跟斗相共。虽然咱较笨汤，因为咱发展较慢嘛，但是莫着急。所以我常常甲各位讲。当你若去介绍朋友，讲叫伊来受训，伊无爱，卖个勉强，爱倒换一个。总你的朋友内底有一个会同意要来嘛？那免足济呢？占领美国占领台湾，伊甲你讲，你不用用叫太多的人。你这块土地，我的就是我的，啥物人你都唔敢甲提。所以呢，大家爱听爱清楚。美国跟我们说的4000名，我们现在有超1500名了，要4000名，其实如果要作弊的方式也有法度，但是我们不会，怎么说，我们要叫精英，所以我会跟各位说，尤其这蔡英文这边没调以后，台湾的局势会大变化。我跟你说你不知道要相信，我跟你说民进党一定会流尾去，越来越少。我跟看谢长廷说那个话，他说向中国国民党靠拢。我不相信现主席这些台湾的人啊，说要主张台湾派的会去同意这个讲法。现在就是看起什么啊，什么人在现主席这些台湾派的要站出来。所以你放心，
你甲看所有的现主席台湾派这个派，即马含演讲都无人要听呢。摕便当请人吃，叫人去听，那无要去呢？咱各位是家己开钱来遮坐呢？你看差偌济就好啦。所以呢，互人足吃醋的。当台湾若所有的人拢咧骂我的时阵哦，就是咱要成功的时阵啦。啊，那骂了愈厉害哦，就愈接近啦，免烦恼。啊，我来看无啊，你这是啊，欢喜我红骂哟。好来，过来，所以你来看哈。日本的首相的声明啊，会当知影，琉球会当回归日本啊，并不是由美国的琉球民政府所设立的琉球政府，是由日本政府出面和美国政府协商得到的结论。所以，美国琉球民政府有权利无条件否决琉球政府回归日本的决议，但是呢，琉球的人民嘛，会当依天赋之抵抗权诉请母国日本行使主权义务，在美国、日本两国中的友谊和利益基础上啊，和美国协商，让琉球地位正常化。各位，这段话啊，你甲换做台湾民政府，你甲换落去，你甲看卖啊。所以咱是安怎十二月二十爱去日本去靖国神社去参拜，23甲日本天皇祝寿，大家看万载万载，原因是这个所在啦。这种美感呢，咱去的时阵150个人去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甲咱骂无？无呢？这破纪录无呢？啊，中华民国有甲你骂无？无呢？国民电台啊，算花好大呢，播出20-30分钟呢，你有看无？有看你啊？去我看麦。哦，遮侪人哦、啊。哦，奇怪，我拢叫是恁原民电台无你看呢。哦，阁有你看，袂歹哦。有啦，迄个影片吼，咱有甲登录落来，恁会当去咱的网站去看。当然啦吼，伊播出的时阵吼，毛遐独派你甲恁骂啦吼，尤其一个姓姚的迄个吼，读甲未清楚，可能国民党个官家咯读甲歹，即摆伊是要挖中国，去走去中国个。伊讲吼，我都无看到美国军事政府伫倒，迄是诈骗集团。足好笑的，过去你独派到处募款，民政府共募款无？没有呢。到处募款的人讲，咱这收1000块的迄个公民身份证，讲咱是诈骗集团，咱算足低落的啦，共骗1000块的，真正足低落的。不过吼，免插伊，真理就是真理啦。上帝讲真理啊，我相信什么人都无法度甲你反驳啦。佛祖若讲这是真理，这就是真理啦。你免烦恼，我甲你讲，台湾民政府伫真短的时间一定会执政。你甲看琉球就知影，你甲看琉球就知影。即马问题是讲哦，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哦，咱免啊伫这个现主席。这个时阵吼，咱要安怎来规划？所以呢，咱需要真侪有智慧的人哦来加入。各位，你讲啊，我嘛想要加入啊，但是我要哪加入你的核心？我甲你讲，你也较低薄咧，你也较接来咧。像我那滴，大家你坐，大家你开讲，你就加入啊。你主人加入，主动加入，你就是核心啊。你若要隔外，我唔敢加入，唔敢离开真远，你当然嘛伫外围。你会主动加入，大家讨论到就加入。咱若活动，家己爱来参加。参加，大家互相就会看会到嘛。哦，这个人定来出现，哦，这个人定来出现，有当互相问意见，
安尼你就会变做核心了。好、哦，所以你爱知影哈、哦，是不是核心啊、哦？你自己决定，是不是核心？你家己爱做决定。你若本来对台湾这块土地有满腹的迄个意见，还是讲满腹的争论呐，要让大家人知影，你爱主动来加入。因为民政府是咱大家人的，这个办公室，这所谓一块桌啊，一只椅啊，拢是咱大家人的共同的，唔免分彼此啦。嘛不是我的呢，咱是讲咱一只在受分，咱民政府是无收钱呢，收钱的是啥？是这个农场呢，你讲大两暗，讲十顿。免开钱吗？我相信你拢捌去民宿过。吼、哦，我迄边吼，咱咧民，咱去咧屏东吼、哦、演讲的时阵吼、哦，住迄个民宿惊死人诶，住一暗偌济，你知毋知？9000-8000啊，9000哦。啊，阮逐摆拢，阮咱三个人去做迄住，一个嘛还佫3000块呢。但是好，刚才咱是动心吼、哦，有出个钱啦。但我足唔甘的呢，住伫咱遮。睡那个房间床，睡两晚嘛，才还佫食十顿，才交5000尔。去啊吼，都爱啊！迄便当嘛无，哎、欸，迄早餐嘛无好吃呢。咱一个靠，好想想足贵个，哦，足唔甘的呢吼。无要紧啊吼，啊，这都唔是讲无要紧啊，袂输敢人出来啊，我讲无要紧。咱来动心出来，足甲感谢啦哈。来过来，针对日本。通知的时间哈，日本政府有一段真重要的叙述哈，形容日本政府啊如何将台湾啊编入日本国土一部分。各位啊，这表示讲我所写的文章不是我家己创作哦，这是日本的政府写的哦。我即马甲翻译做汉文。1945年以前。就是日本迄个天皇的诏书，直接台湾宣布以前，就是讲日本战败以前啊，日本政府积极安排台湾人代表参与日本国会，以使台湾成为日本国土之一部分。针对这段话内底啊，我写一个真精确的说明。1945年4月7日，日本政府。按照明治宪法的第二章一讲诶，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啊，正式来规定伫台湾全岛实施征兵令。这个征兵令啊，就是讲互你参战权。各位，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你才有资格参战哦。这非常重要呢。你若殖民地，你无资格参战。你爱伊个国民是伊个公民，你才有资格参战。所以台湾伫1945年4月7日以后，变作正式的日本的军队、日本兵啊。所以这个人落尾啊，拢会当入去伫日本的建国神社。所以各位，这国际法的规定是非常的严呢。你唔相信？啊，你爱去中国啊，见识日本的建国神社，要甲你坑无？不可能啊！美国人建设，敢要甲囥在日本的建国神社，嘛无可能啊！所以咱台湾人39100个囥伫日本的建国神社，是表示讲咱台湾人就是日本的公民、日本的国民啊！差足多呢，所以这是足有咱想的足可惜的呢。建后的65年，咱今日坐伫这个所在，才你讲，我是原来我是日本人，是足可怜的呢。建后60几年啊呢，咱即马才发现讲，讲几波我拢唔是人，我就是日本人啊。真的啊，你袂安尼感觉吗？我有当看到这個，有当吼，我写着吼，哪下是目屎拢干的呢？那足可怜啊！啊，我家己感觉讲，啊，我遮可怜，啊，伫外口的人呢，可怜到家己唔知道。所以，啊，你若无读册，你比见人讲吼，我是日本人，人甲你坑啊，搁你无爱国。你看最近，喂，最近敢若迄个案啊，迄小拍案，
迄计程车迄个有啊？你看现主席演变到什么物件？反日，你袂感觉吗？迄都烧拍，啊那烧拍，伤害也好，重伤害也好，绝对是判一个几个月罚款尔嘛。好、哦、啊，你都刚拍着，像你都去赔钱尔嘛。夭寿哦，愈大，上开始甲你行咧，徛咧甲你道歉，过来九十度，即摆跪咧。是讲适可而止啦，真正适可而止啦。不管伊是安怎，伊不管伊是啥物人，即日本人吼、哦，苦无唔对啦。哦，你共拍这绝对唔对，这免讲。道歉都已经道歉啦，啊，即摆爱跪咧，爱跪四分钟，头阁磕。我是认为有一点过分了。你怕人，好，换你讲，你医药费敢付？人伊毛讲，我愿意付医药费，可以的啦。就是要讲抬头啊，嘛是这个头啊落地安尼尔尔嘛，啊，佮讲侮辱安尼不好啦。迄、那个美国牛的代志，牛肉的代志，变作大家伫反美。迄款佮你讲哦，这拢有目的的，你看有无？因为咱这150个人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日本天皇给拜了吼。中国人吼，坦白讲啊，因吼，因很难过，啊，目睭受气啦，但是无多发作，啊，无多发作安那，有证明啊。一个月前，香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叫做孔庆东啊，伊公开讲啊，香港人拢是狗，有无？台湾人比狗不如，伊佫讲哦，啊，台湾人甚至有一小撮人，讲要甲日本统一，是讲咱呐，歹势吼，台湾民进党无要甲日本统一咯，讲个清楚哦，我即马就要上课要讲啊，我们不同意哦，我乃就同意，你来自治着，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了嘛？咱台湾人，美国就讲你咱家己自治啦。但是因为你是日本天皇的土地，所以你敢让自治？你免当讲我要宣布独立，因为你的土地要过日本天皇的手上。除了日本天皇定头讲 OK， 而且有一个分离条款。哇、哦，特别看到这个分离条款哦，我想咱在座哈、哦。有生命的期间内底，恐怕有一点难度啦。但是呢，咱就爱培养咱的后一代吼，继续拍拼啦。啊，这个拍破才对啊。因为咱的培养咱的后一代啦，所以呢，你的鼓励你咱的后一代啊，啊，定定伫网顶咧看，因为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是鼓吹讲吼，咱唔是真强的国家。咱是真水，啊！台湾人哦，搁南一寡中国人哦，夭寿，啊！搁中国人搁甲你用这款夭寿波吼，伫咱台湾内底制造分裂。啊！台湾人真贪心啊！我那领着18%要加变啊！我讲你加变要创啥？我18%，无你敢要18%要给我？伊无想着讲，伊若无这个18%，后摆搁较好。咱有真好的政策嘛，18岁以上就拢有厝啊嘛。你遐拍拼，你18%，敢那你18%，你都我都摕着厝嘛，有问题嘞，对不对？咱若真正讲台湾会当从中华民国请伊转去金门妈祖，赶伊出去，美国军事政府来自台湾这基地，咱做好伊。台湾人拢免做啦，我甲你讲，逐工伫厝的吼。打桥牌就好啦，我不是讲打牌，打桥牌。总但是嘛是爱做一寡头路较好啦，吼、哦！你敢若有钱，安尼生出来啊，就足有钱的吼，迄、哦、种的也不好啦，吼、哦！啊，做较有意义的，好唔好？来，过来看看，这个第三章哈、哦，这个也做一种日本昭和。天皇哦，依照明治宪法啊第三章，伊讲哦，帝国的议会啊，啊，这个天皇下诏书的正式的诏书，伊讲哦，赋予台湾人参政权，国计法经头啊规定啊，
照宪法所级别迄个区域的范围啊，等同国境所及的区域范围原则啊。日本台湾啊，为迄个开始呢，和日本啊编入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各位，一旦哈，这个土地编入迄个国家的土地以后哈，要搁分离啊，很难的啦。因为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国际法的规定。所以呢，台湾这个土地我会当甲各位保证，以后绝对非常非常的安全。因为伊若要甲咱中国若要敢打台湾啊，最少两个国家会出面。第一个占领者，占领者有责任保护这个土地安全，迄国际法规定的。搁一点。日本政府也有责任来保护日本天皇的土地，所以中国若敢开战，最少世界内底有两个国家会徛伫咱的头前，所以咱免买武器啦，咱买武器要怎？免，迄两个国家爱伫咱的头前替咱来战争。所以台湾的生命比他们两个国家更好，但你也知道法律，你也知道法律，而且跟他宣传，一直跟他说，自然这两个国家会站在你的头前，把你站在你的头前替你做卫兵。你想看看台湾后来不用买武器，一年省几千亿，不用做兵，哇，免做兵，我上欢喜。但以前都戆戆去做啊，免做兵。以前吼、哦，想着要做兵吼、哦，足艰苦的呢。但迄当阵嘛去，对不对？我看在座拢无去嘛，敢有人无去的？哈，拢有去嘛吼、哦？啊，当然你嘛无去，你查某你无去。哦，做三年，啊，三年吼、哦，三年的，即摆足可怜的。讲起个要求一年爱背啦，到推下面呢，三年拢爱背啦，咩要求一年，三年拢爱背你啦，要求一年，所以蔡同荣哦，无读国际法啦，我无甲你骗，伊个为着要选，迄人为着要选总统，你看，即下无选总统，伊就点名，你看，你有看无？迄拢利用咱台湾人呢，这足苦，我讲想到这人足苦的，为着个人。要选总统，啊，即马无要选了。迄三年讲要背一年啊，已经无影啦。啊，即马在戆戆啊，背去行几步啊，行安那，啊有钱无？有钱无？无啊，一角银都无啦。啊，坦白讲啦，那要依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法律哦，伊是袂使甲咱叫咱去做兵，无唔对啦。但是呢，伊嘛伫掠犯，伊我歪背你无你变啦，你无有法度。所以其实咱也要有法度啦，去美国过啦。中华民国不是当事者呢，是美国才是当事者呢。所以你讲去中华民国凯达格兰大道去甲示威去甲惊咯啊，迄拢唔对啦，方向错误啦。美国中华民国讲，啊不代替美国来啊，啊你只要你示威是恁家的代志啊，你叫较济人嘛是迄个功夫。所以今年的四月二八，我无要发动拢装去。这边咱拢穿制服，咱咧乌色的西装啊。有去日本的，一百五的就好啊。去头前也较济咧，要求司徒人出来。你是怎麼支持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佔領台灣的，啊，中華民國在台灣做很多不對的事情，啊，你現主席的司徒文，你這個AIT啊，你要負責任呢。咱也要去日本的交流協會，現在日本已經知道我們了。日本咱顶咱旧年的四月二八去吼，又甲咱回批呢，迄是历史来有历史以来头一摆
承认咱叫做台湾民政府。我有公布啊，迄张因的迄个回信啊，台湾民政府呢，有史以来头一摆呢，啊，中华民国安怎唔敢讲话？咱的咱这个月吼，二月二四到二七，日本有教育教授要来咱家上课啊。你看，哇，恁这个民政府好厉害，佫敢去告美国，佫告赢呢？啊，因拢唔知影呢，啊，因佮即摆才知影呢。啊，直直讲听着讲，哈，台湾这个土地是阮日本天皇的，啊，阮即摆唔免战争有台湾咯。看偌欢喜就好啦，但我袂甲讲啦，唔是恁的啦，你别搞错啦。日本天皇的表示，唔是表示讲咱是日本政府的呢。我后壁要佫讲呢，有一天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的总理啊，会去管着日本的总理，你要相信无？你要相信无？啊，你拢唔知影，你相信？你胡白讲的，你来听我讲话，你才会相信，啊，唔才对。你莫讲，我唔知影。等下我讲吼，伫迄一线生机迄个文章内底就有啊啦。但是我甲你讲哦，一线生机迄篇文章吼，咱在座吼，我甲你讲，你若无读三摆以上吼，我唔相信你会当了解。深呢，真深呢。我简单讲互你听好唔好？要听无？拍手，我才要讲。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的诏书，伫公布讲，伫台湾这个岛电源啊，全面实施。请问咧，日本天皇的诏书到今日，今天啊，有效无？有无？未歹呢，你拢知影。啊，若有效，表示讲即马这个天，这个宪法，日本的宪法，要去伫台湾实施呢。啊！但是这个宪法内底有讲，日台湾总督府的官制到今日有效。日本战后吼，足济法律吼拢修改哦，独独台湾总督的官府的迄个制度无取消呢。法律的法律第34条没有取消呢，法律的193条无取消呢。所以我们的机会来了，咱嘛吼，日本的明治宪法，咱来通过咱的参议院内底，我有拜托咱的议长呢，拜托议长讲啊，迄个宪法咱来甲修改，将迄个日本台湾的总督府官制甲改做台湾政府官制，这个你甲看后边。后边哈，日本天皇第八页，日本天皇和本土台湾人的关联性，你有看哈？你有看哈？好，是这个物件哈，你甲看，这个关联性，日本天皇甲本土台湾人的关联性到底关联到什么地方？就是迄、那个。总督府的官制哈，咱的参议员啊，会当甲修改，甲变做台湾政府的官制。台湾政府的官制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甲修改就好啊。甲改什么呢？咱来甲改哦。其中有一条哈，咱来甲改做讲，总督府啊改为总理，台湾总理。台湾总理耶，由第二条佮改做讲由参议院选举，啊，即、这个参议院选举定总理以后啊，即、这个总理爱向日本天皇报告，所以由日本天皇任命台湾总理，啊，我们就完成法定的程序，完成法定的程序，咱报予甚物啦？美国军事政府，伊袂当甲你否认，因为咱即个参议院当时是美国。甲咱指导咱成立的，啊，所以你甲看吼，
来，您看我这，您知影讲十二月二三，您去日本的皇宫的时阵呢，您要入去，伫第一关看到咱的机啊，讲哎，歹势，这个机啊你袂当入去，干那日本的迄机，日本机会当入去，因为日本有史以来皇宫的头前啊，干那迄个日本的马路机啊，马路就是红的啊，哈，阿开马路哈、啊，红色的迄个日本机啊。会当入去内底，台湾民政府是有史以来头一摆入去日本的皇宫，向日本的天皇挥挥手。这有原因的呢。坦白讲吼，当时为着咱要去的日本，要甲参拜，要日本天皇的头前吼，第一关检查的时阵，咱讲机啊袂使夹入去，因为我相信在座拢足侪拢知影袂当入去。但是到第二关哦，迄、那个主要的监管哦，接到电话，这个电话是啥物人敲的？日本的宫内，就是皇宫内底管理敲电话，甲伊讲，我们允许天皇允许台湾民政府的机啊摕入去，因为日本天皇知影讲，这块土地是因阿公的啊，啊，因阿公的土地，就是伊的啊。啊！伊哪会知影？你知无？我跟你讲秘密。12月18号，你要去的前两天，我就已经拜托。当时伫台湾这块土地第七任的总督叫做明朝，明朝待伫台湾了。伊的孙啊，画家，那是贵族，这人是贵族。咱这边。11月30日去参加美日军事同盟的会议的时阵啊，足好哩呢！邀请咱的人去引导呢。迄引导什么意思？你听哦，日本人会当邀请你去引导去做人客，去的客厅去坐，甲你讲话哦。迄人是足好哦，足亲近的哦。你莫想啦，日本哦。厝拢真细间啊，哪有可能讲邀请你去？会敢邀请你去？迄是将你当作伊真好的朋友，你亲人同款安尼呢？邀请咱去因家，咱去参加，大家拢足感动，非常感动啊！我特别甲拜托，我讲，迄本有无摕到？有啊，有人无摕到无？咱去日本，迄本有人无摕到？予天皇迄本无会摕，你行去往下，你又无摕到的，无摕到的，你行去往下咩？好，毋是讲你袂当安尼啊，讲你无去，啊你无甲咱联络，我咪予你。你自己的责任呐、啊，你毋爱来摕，对不对？你有 copy 哦，你够厉害。好啦，有啦，有啦，我来看，我讲你听我听我。迄个人伫18号，我就拜托人讲，你日本，因为日本天皇，咱除了给日本天皇，我阁写用毛笔啦。要予日本天皇的物件袂当凊彩呢，袂当讲钢笔摕来凊彩做来讲吼，爱着要予日本的天皇的物件，爱毛笔写得很工整，啊字又好写，啊摕入。明朝甲咱安怎讲啊？免啦，我。甲日本天皇为幼稚园开始，甲大汉拢同学啦。我每一礼拜拢有去，我直接去到，送去，搁听人讲话。日本天皇即马知影讲，啊，阮阿公的土地即马要倒转来哦。所以呢，啊，但是坦白讲，咱讲即个功劳者啦吼，毋是我啦，是美国啦。美国甲暗示啦，你袂记咱本来12月2日是要伫桃园办一个20000人的大会有啊？我去互人笑咧，伊甲我笑啊，美国甲我笑啊。你推阿面咧，你开阿济钱要创啥？恁敢有钱？啊，恁20000人哦，恁遐州长大概要叫遮济人哦，大概我话拢会走咯。我甲你讲，去日本啦、啊！我去日本要创啊？去靖国神社啦，去甲日本天皇接受啦。哦，夭寿啊！这段遮好的方法，搁袂晓去用呢。所以
咱去日本，哦，好佳哉，迄边百五个人去，今年变200个去，你讲好唔？今年来去哦，我想讲哦，要用一个方法，和日本天哦来和咱见面啦。咱这边去日本的时阵，日本风景吼，大家拢唔知影呢，迄是足精心安排，咱有五架车。150个人坐五架游览巴士，你看，看有，咱看偌大班就好啦。150个坐五架游览车呢，坐到足个，像我咧坐话，开玩笑，民政府代表政府呢，代表政府怎样啊？足有钱啊！30个是一只足大只游览巴士，日本人嘛惊着呢。我甲你讲啊，后壁个厝边佫有呢，咱无150个去日本对啊？咱订的是五星饭店的迄个啊，做迄个圆顶饭店啊。圆顶饭店讲150个买啊，大碗菜是真的啊假？叫因经理讲吼，你飞去台湾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无骗你呢。日本的经理吼，迄圆顶饭店，迄算5-6天啊，6粒啦，应该算6粒啊。飞来台湾，台湾民政府要派人去，伊才知影讲，吼、哦，这是真的呢。所以他怎麼說呢，你們來頭一晚喔，我日本的圓頂飯店喔，請你吃補費，要拍手啦，補費就是自助餐啦，足貴的呢，人說那個帝王蟹喔，都吃免驚的呢，有的人吃幾半呢，何瑞人也吃幾半，加3公斤啦，不怪喔，因太太甲我请假，讲哦，我请假1个月，安那啊减肥啦，25公斤嘞。伊听讲，即卖是已经减掉9公斤了啦。伊无偌久会阁倒转来。啊，所以呢，咱这边吼，实讲咱做个足成功的，非常非常成功。开始日本靖国神社的时阵吼，你知影日本人嘛未当去靖国神社的内底呢。你敢知影？日本人都袂当入去哦，但是咱这150个哦，安排咱会当入去。有参加拢知影嘛？足侪人参加拢当好啊，讲诶，秘书长，诶，今年还佫去呢？无唔对，咱今年要佫去。但是这边要去哦，咱啊小教我迄个。所有的代志吼，拢爱小教了了，才来去较好啦。但是这边是他们讲非常非常成功。啊，恁去这建国神社的时阵吼，日本的是甲咱以什么来接待你的？以国宾呢？迄、那个路吼，两只迄个警察去查起来，什么人拢袂当入去呢？建国神社可能是人足多的，但迄一天哦，早时呢封锁。警车封锁，拢无爱放入去，干那予咱伫内底。这就是吼，日本即马因为要去的以前吼，日本的外务省冇派人来和我讲嘛，我讲咱要去，所以因日本嘛拢非常强。即马因日本吼，我即个文章吼，甲美国同款，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台湾小组，内底有10几个。我每一篇文章，台湾小组拢有3个人，马上甲翻译做英文，送互因顶官来看。因为战争犯哦，是讲真深啊。啊，你若我从战争犯哦，前后连贯，啊，佮伊整理出来伊个一套的迄个逻辑哦，无简单啊。我相信在美国，嘛毋是讲读大学毕业的。都有法度来讲战争法，有法度讲这套的逻辑。所以美国的国家的智库来台湾，拢要跟我见面。伊讲，你台湾这论述，敢那你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是要阁歪。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咱拢有法度马上做评论，马上用国际法、用战争法来说明较清清楚楚。这就是咱的功夫啦。啊，若是我的功夫，就是国会的功夫嘛，因为拢伫咱的讲义内底啊。啊，我拜托国会啊，你爱加读几摆啊，因为
我都爱读足久诶吼，啊，写作文章你也甲吸收啊，啊，你免啊吸收，你都爱多看几次啊。啊，若不清楚诶，你就来问。咱即马伫咱诶官网内底，我若放一个位置就是啥，会当问与答啦，对流啦。有问题伫咱诶问与答内底来讲，啊、哦，你提出问题，啊，我相信咱诶即个网军吼、哦，卖甲你讲，甲你讲啊，即、这个问题是倒。你甲看，全台湾敢若一个团体，愈大愈大，愈来愈侪人，就是台湾民政府。这是讲实在的啦，这不是讲咱咧自我脸上贴金呐、啊，真正是敢若咱台湾民政府嘞。较紧嘞，我讲讲也煞袂记咧，较紧嘞，还阁可爱上好玩。这个、依照哈、哦、日本国家的社会传统的认知哈、哦。你可以知道几点啦，第一就是说日本有分作日本的内地跟日本的那个外地，本来台湾这个土地、啊、是殖民地，所以日本把你当作什么外地、哦、日本的殖民地他都把你当作外地，但是因为四月七日1945年的四月七日将台湾这个土地变作日本的国土，是变作内地、啊、这是内地是什么，是日本伊个总督，当然是第几任的总督哈、啊，第9任啊，第11任的总督哈、啊，开始甲日本政府讲啊，内地延伸啊，延伸到台湾呐、啊。所以为迄阵人1937年的时阵哦、啊，日本就步步照万国公法啊的规定啊，要将台湾这个土地来变作日本的国土的部分。所以你甲想看卖啊，今日中国要用阿爸。要来要求讲咱台湾要甲中国去统一，迄绝对无可能的代志，法理上一定不可能呐、啊。日本袂答应，美国嘛袂答应，你绝对放心。所以呢，纵使讲这个马英九当选啊，咱嘛非常的安心呐、啊，咱袂讲困袂去啊，咱困足会去的。安那，咱还袂准备好嘛，先让马英九啊，互伊带动一转，动一刷时间。让我们来充分准备，马英九也在 配合我们呢。马英九今天如果美国说马上用飞机给载走，这样要怎样，台湾会乱了呢？因为怎样，台湾民政府还没有准备好。你如果说向向将马英九载走，我们会飞去呢，像新像陈水扁向向去做总统，做中华民国总统，火气啊！伊派人安那，拢袂插伊啊，拢是中国国民党的迄个下骹的这个成员啊，无人要参听伊的命令啊。敢若亲像美国即卖军方，嘛无咩声听奥巴马的话呢？竟然甲我讲啊，你看过星星掉下来过吗？没有。我们这个星星啊，伊讲美国军方呢，阮这个星星袂落来啦。但是美国总统四年换一摆啦，同款的道理讲阿扁嘛是同款啊。中华民国的国军去中国迄个细细啊，伫咱老早就知影，我嘛上课捌甲讲伊讲的，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我们要在太平洋地区。对抗美军，哈，讲得很好。如讲吼，咱如紧，我跟你讲，上好吼，搁加讲几摆啊，绝对唔敢拍，免烦恼，绝对唔敢拍啦。你搁不要看，伊若敢拍，现准时，国军，迄、那个国军唔是咱的呢。咱是台军呢，台湾军呢。咱台湾军是法理军，咱用法理。啊，伊个国军是中华民国军，伊个国军甲伊个共军叫做中国军。讲得很好啊，所以这民进党这推阿面的啊，我逐摆都爱讲伊推阿面啊。近摆都要坚持中华民国，来啦，你搁坚持我看卖啊啦。所以我讲民进党，我敢给你判断啊，免偌久啦。真正免偌久啦，
伊若毋是吼，当然要消灭无遐简单啦，因为即个政党袂当消灭，你毋知影无？政党吼无要做吼，袂当讲去内政部，伊中华民国内政部讲啊，我即个政党我不爱做啊，甲提掉，安尼使无？袂使呢，有够含呢。中华民国内政部即个政党吼袂当取消呢，所以即摆政党愈来愈侪啊，30个就一个政党啊啦。啊，那咱即摆千外个吼，1500个呐，三十个一个吼，哦，夭寿，咱偏要做500个。所以中华民国足侪迄个法律很奇怪呢。啊，伊是安那安尼做，你敢知影？伊要甲美国表示讲吼，中华民国很民主着，听我讲过啊，足民主个啊。因为伊政党若设入去啊，你甲取消袂当取消啊，有够趣味吼。啊，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无登记，我若要甲你登记，应该是你中华民国爱来向咱登记才对嘞。咱是正统的呢，伊是假报的呢，我无骗你呢。占领下的老百姓家己爱成立民政府呢，但是总有一天啊，美国要入来进前啊，台湾会成立足济民政府，一定的。即马网顶开始你骂，你骂我，啊好，所有无迄无所不用其极啦。好佳哉吼，我为转来，我因为个性嘛安尼啦，我为转来到今日为止啊，保持得很好。我没有过夜生活，唔捌咧，很规矩呢。因为吼，我知影政治人物要甲骂吼，两个代志就倒啊啦。钱跟女人，所以呢，那这两面，你我绝对无忘记，我也没有交女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啦。所以恁爱相信，绝对没有问题啦。哎，恁拍手是什么意思啊？啊，同情我啊！开玩笑，卖讲遐。来，这个下卡这段我有这下哈，有这款的情形，就是讲日本政府对台湾的一寡情形哈，实际上是因为真济日本政府的汉主席嘛是同款啊，有真济官员啊，他搞不清楚，因为这个国际法真深啊，他搞不清楚。但是虽然你真深嘛，伊美国拢在甲你控制，拢爱照伊国际法来滴行，你若不合乎诶，你真吼，迄个潘基文呐、啊。出来讲啊，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啊。潘基文出来讲有啊，美国马上甲呛声 ，no。而且呢，各个国家甲讲 no， 我们从来没有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一直爱接国际法的，唔是你讲哦，我这个人这国家真强，我话咩安尼讲就安尼讲 ，no， 迄是袂使。所以，是安那我来加坚持。我相信在座咱在座各位嘛，拢同款坚持，因为咱一定爱照国际法来行，安尼台湾哦一定会行出去啦。外口推阿面真济不要紧，戏边卡徛久就是咱的，咱爱坚持落去，你讲好唔好？好。嗯。所以哈、哦，这段哈、哦，我爱来透过各位用听，读个，互各位知影一下。这种的情形啊，有别于当年啊，1895年日本照这个日清啊，日本甲这个清朝的马关条约啊，啊日本啊马关条约叫做下关条约，为大清帝国所摕到的台湾领土的割让啊，是完全主权 （full sovereignty）。这个 sovereignty 这字吼，伫伊中国人的字典内底吼，没有这字。甲迄个时阵，你签的时阵中国人没有这个 sovereignty 这个观念，主权这个观念，他们没有了。伊什么款？伊讲管辖权，还是讲这个叫做统治权？他们没有 sovereignty 这个英文音无啦。日本那按照这个日韩的并合条约哦，为日本为这个朝鲜啊所摕到的朝鲜领土的割让啊是。一切主权权利，你看哦，
和这个台湾的情形不一样哦。台湾是啥？完全主权。哦，日本为大清帝国摕到的是台湾的完全主权，完全的主权。但是变和条款摕到，日本摕到这个朝鲜这块土地是摕到啥？摕到一切的主权权利。啊，就是讲一切的统治权，两者不一样。所以呢，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阵啊，朝鲜一旦仍然保有其领土的所有权，因此呢，朝鲜从来没有变成日本的领土。各位，拜托你看我这，朝鲜跟台湾是不一样哦。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哦，因为变和条款。日本跟朝鲜的变和条款是跟朝鲜的皇帝是跟签一切的这个主权权利哦，所以你看看、哦、日本的吉田茂写一本册，他说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跟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跟韩国、朝鲜啊，那当中交给日本同款，所以。这个主权权利不是 sovereignty 哦，不是主权哦。人吉田茂讲啊足清楚的哦，我敢若放弃主权权利，我唔是放弃主权，足清楚的啊。但是因为中华民国中华这个中国人的教育啊，甲你颠倒变，乌白甲你死啊。我即马写个遮清楚啊，清清楚楚，你看就知影。所以你甲看哦，朝鲜从来没有。未成为日本的领土，为这个所在来看，朝鲜并不因为日本同样在1945年4月7日实施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不能给编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还是说 的国土，因为日本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2A 啊，咱台湾是 2B 啦，啊，朝鲜是 2A 啦，放弃朝鲜的一切统治权利以后啊，朝鲜可以收回他的一切主权权利，而且立刻恢复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各位，你看我这，日本只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啊，他本来挂好咱台那个清朝挂好清大清。大清挂日本的时阵是所有的主权、啊、但是所有的主权，伊敢那放弃主权权利呢？还佫有甚物物件？主权义务啊！我讲，所以讲我写迄个条约的人吼，唔是凊彩人会当写的。所以呢，咱这个行业吼，咱这个法理自治学院啊，咱本来叫做法理建国学院，即摆已经。可以证明叫做法理自治学院，咱法理自治学院啊，要开设国际战争法学院，我要来上课，而且呢，即马有大学要请我。其实本来三军啊，捌甲邀请，叫我去上课啦。我讲 no， 我不替中华民国上课。啊，讲啊，你都安尼无这個战争法要哪教？我讲你去买我的册，所以我迄张册吼。嘿，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哈、啊，跟迄个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台湾卖甲足好，拢大家三军伫买迄款，真诶啊，拢伊伫买啊。诶，我两本哈、啊，迄两本是上较简单诶啦，后壁写就较深啦。哎哟，啊恁有你有无我诶册？你举手我看卖，没有我的书有无？拢有啊。对一工要甲恁检查哦。恁讲有。啊！而且我检查要安怎检查，你知毋知？你内底爱画线哦。有个人讲哦，我读啊，拜托诶，重点你画线，我看卖啊。对一工吼，甲你检查好冇？好。遮细声咧，好冇？好。较勇敢诶啦，有就有啦，卖讲哦。我讲你卖吼，虽然上课是真艰苦吼，但是恁上课了会当得到尝试吼，实是真好，你知毋知？你是台湾的先驱呢，台湾有一天可以走出来是国威哦，在走在上海头前呢，
包括现主席遐推下面的民进党遐吼，讲伊讲伊精英啦，和恁未比的，我无骗你。伊若甲你辩论啊，一声就倒。来过来，讲到这吼，啊，系啦，已经九点了，就三十五分啊，哈，也是继续啦吼。但是要继续吼，我甲你讲啊，安尼啦，我继续要，我先收下来，因为我明仔还有四点钟久嘛吼。我先甲你讲一个重点，互恁听，互恁知影嘛。停止转播，好啊。